这就是这个幺零八八六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白豆腐。现在是礼拜一，刚距离下礼拜期末考都剩下完整的一个礼拜。到现在的读书进度大概是这样子。总而言之啊，真的是惨不忍睹。所以我从现在到下礼拜之前呢，只能拼命的读书，也希望之后的我看到这部影片可以警惕一下自己啊，不要再让自己这么可悲。拜托，平时读点书好不？那我们今天下午就是微积分小考，那我现在什么都还没读，所以我们就开始吧。今天是礼拜一结束啊，我今天就把微积分功课赶完，还要读一下微积分小考。今天考完了，那我现在时间是11:40，我想要准备回家，因为我最近要准备调作息，因为我最近都有点3、4点睡，我觉得我身体快要爆掉了。那就明天。那这就是这个幺零八八六号。好，那礼拜二就这样结束了。说实话，进度有一点点惨淡。我普通物理读完19章，但还有22、22、23、25章要读啊。那几率统今天是读完了一周的内容啊，希望明天可以真的好一点。就把两个作文分，然后这个作品怎么样？好了，今天大概算是可圈可点啊，毕竟普物读完一章，地域统计呢又读完了3周内容，但是今天早上起床还是太晚了，希望明天可以改进啊。现在是3:15，你看，哦，对，现在3:15，我们准备要回家去睡觉了。我们刚刚花了2个小时在看 F1， 可能今天读了一篇普物，还有把微积分的课程全补完了。跟你说啊，出去吃一次午餐，我整个右半边全湿了。刚刚整个下暴雨，然后我跟朋友都只有一把伞，我自己的衣服甚至可以直接挤出水来啊。然后鞋子啊、裤子啊什么的，全部拜拜，真的是有够可悲。好，现在大概是2:20，我要回家睡觉了，就留他们两个在那边读书吧，可悲仔。刚刚11点从学校回来之后，我又读了一下几率统计的考古题，那明天就要考古物了，那我们就去睡觉吧。今天又是一个读到12:30的一天，我真的已经快睡死了。游戏题目真的是不管再怎么想，你就是想不出来，我真的尽力了，唉。祝你几桶几个。今天我们读几率统计读到2点了，明天要考几桶，反正应该是没救了，唉。
终于考完鸡桶了。那你们知道考完鸡桶要干嘛吗？最后一颗微积分快解脱了 ，yes。现在在下雨，对不对？跟大家说，我的微积分就跟今天的天气一样凉。那我就这样结束我的期末考也正式的登出了大衣，你们看到了吧，这个憔悴表情还有我这个黑眼圈，我现在其实是已经不知道说什么了。但老实说我自己觉得就算我拍了这支影片，我之后还是会干同样的事，在那边耍废耍废耍废，玩到最后还是要像个疯子一样读到五点。